本节目由料石财政的纯真独家冠名播出，有跳跳糖的馋酸奶好吃到跳起来。本节目由宠胖胖 APP 联合赞助播出，宠咬扎堆就在宠胖胖 APP。 本节目官方指定作假由上汽大众提供，上官网领新春百亿红包发发发。本节目由胡姬花古法小榨花生油老油房的香赞助播出，本节目由商业好眼光放心天眼茶的天眼茶 APP 赞助播出，本节目由气质有点小牛的小牛电动赞助播出，骑上小牛去哪儿都是快乐星球。演员没有大小，我觉得那些车经常演主演的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，我也不觉得我比他们差哪儿。好，我想可以开始了。别过来！嫁给我吧！天哪！讨厌！胜负对我来说不重要，我杀了他！我呀，跟艾伦已成事实了，我就要弄死他们俩。咱就让他俩死呗。本节目由料石财政的纯真独家冠名播出，有跳跳糖的馋酸奶好吃到跳起来。本节目由宠胖胖 APP 联合赞助播出，宠咬扎堆就在宠胖胖 APP。 本节目官方指定作假由上汽大众提供，上官网领新春百亿红包发发发。本节目由胡姬花古法小榨花生油老油房的香赞助播出。卖风卖风，文化兴则国家兴，文化强则民族强。麻花影视城紧跟时代前进号角，为激励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倾情投入，将举办一场龙套代言人选拔赛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说，没有小角色，只有小演员。龙套演员是影视作品中最容易被忽略的存在，但哪怕只有一丝希望，他们那颗热忱之心不会泯灭。今日麻花影视城，只有经过重重考验的龙套演员才能成为唯一的龙套代言人。快快快，赶不上咱们报名了。哎呀，我盼这一天盼了多久吧。你们俩这个情绪呢，这有点不够饱满啊。是哦，明白了姐。能别画龙吗？咱，哎呀，到了到了，说走走，到了到了，会场就是这儿，快来来来来，哎嘿、哎、你嘿你看看，你好，哥哥们好，你今天也接戏了。啊，这乞丐吗？都是竞争对手啊，这都是。谈不上，谈不上啊，他们哪谈得上竞争对手？十分钟后选拔才开始。怎么了？开始坐下了？坐。都是朋友。大哥又找着椅子了。你们都认识啊？我们都认识啊！我龙套界不都八大龙王吗？我们都我们八大龙王，这是龙套界的大哥是吧？你坐着，我们的那什么？你们不坐，我这乞丐怎么坐呀？行了，咱们都是一个辈分，就别谦让了。对，别谦让了，都是龙套，都是咱们都是龙套界。挤一下，快点快点，能挤一下。麻花这个群体真是是吧？有摄影机的时候真客气。怎么了？面试紧张。你看我给你带什么了？纯真馋酸奶。嘿嘿，喝够酸奶就不紧张了啊！等会儿。哎呀，灵魂跳跳糖，差点给忘了。吃完你就不紧张了。感觉舌尖在跳舞，噼里啪啦。哎呀呀！哇！哎呀！哇！欢迎！穿成这样，你们刚跑完龙套过来吧？啊，对，刚从上个活下来。辛苦。嗯，谢谢。欢迎大家来到麻花影视城。哦。我是演员工会的会长。会长好。大家好。会长，您怎么哭了呀？没有，冻的。挺冷，咱进去吧，好不好？在里面冻成这样。进去更冷。外面挺暖和。
下回就不用寒暄那么久了，直接喊一嗓子我们就进去了。好，往前走。走，哎呦，走走走走走，哎呦呦呦呦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嚯！来，各位，你们在这儿就坐吧。首先呢，再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麻花影视城参加龙套代言人的选拔赛。我们今天的选拔赛呢，一共分为三个环节。第一个环节呢，是我们的基础素质面试环节。你们的主要目的和任务就是尽可能多的获得通告卡。大家看到我们台上有八个椅子，椅子后边有通告卡，三种椅子后面对应三种不同张数的通告卡，作为今天的通告卡起始持有数。那我们就开始吧，好不好？好，谁先来？谁先来，谁有优先选择权。百乐门，你去吧。哎呦，我毕竟是初来乍到。百乐门行。唐媛，按顺序吧，咱们。谁离台口近，谁先来。行，这是一个特别公平的一个，是不是？很公平啊。对，去吧。好，那我就。好。那个川会长，你好，我是咱们这个麻花影视城的龙套表情管理大师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在表情管理这一届里边呢，表情管理混出了名套，人称中国卓别林。哇塞，那一定捉过很多吧？捉过很多鳖。跑虎，完了，剩一半天跑了。接着把活跑了，我后边就是捉鳖。没事，剪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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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只是在这儿挺尴尬的，没事。对对对对，我们该笑还笑。姐，以后我这包不能提前让你听见。好的好的，因为我跟你说，包袱在我嘴里烫。会长，我们人称中国卓别林，我们祖上啊从小捉鳖。哇，真的好尴尬，真的又说一遍。到我家，这好包我不能浪费了。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。好包不浪费。祖上从小捉鳖，捉到我这代断了，我来当群演了。所以说，在我们老林家呀，人称捉鳖小林。哎，就是大家可以说有什么表情，我给大家来一个。那你就一套来一遍，来吧。你自己都准备了什么？因为你这个人吧，特别怕别人刨活，所以我不知道一会儿我嘴会不会又给你刨。姐，这儿您，姐，那我现在了解了，我们之前没合作过，这回我知道了。这回知道了。刨活随便刨，来吧，姐。随便刨。随便刨了。吃到了巧克力。嗯，哇，这个傻啊，我没准备啊，我这纯是能。不是，那我到底要不要配合你？因为我第一次，抱歉，我第一次来你们麻花的综艺，我不知道我到底该不该配合你。麻花，我们这里边的梗啊，它可能就是说打内，对，打内不打外。你身边这些内也没打着。没打配合一下不行吗？一会儿你们上来我也得笑啊。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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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。急呀，那你再来一遍。吃到了巧克力。再来，吃到巧克力。吃到了巧克力。哎呀，太好笑了。啊，演得好棒啊，天哪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巧克力什么牌子我都看出来了，是不是？谢谢谢谢。好的，谢谢蔡伦，谢谢会长，你选一个凳子吧。好嘞，谢谢各位啊，我就坐这儿了。下一位谁来展示一下？海燕上吗？这么个顺序啊？哦，跳着来是吧？我是龙套演员，我叫李海燕，然后我擅长的是哭。这个跟喝多了有什么区别？快去吧，常远老师。我呢，在这个行业里呢，是经常饰演一些这个小弟啊。哇塞，那你这个围脖戴的不符合人物啊。是，我这是上吊用的。玲姐，来帮我搭个老佛爷吧。哎，好嘞。哎，老佛爷，来，您这边请。这是轻功的。去吧。给我摘那朵水仙花。行，小心我的包别湿了。您放心，快点。
这段尴尬的表演不代表我个人的实力啊。我走了，老佛爷。可以演个汉奸呢。艾伦，来。嘿，艾哥，小程。您好，您好，您好。组织让你带来的东西带来了。带来了。我看看。一朵水仙花。我的水仙花。还是爱演太监。各位同事好，我是艾伦，在龙套这个圈里专门负责挨打。是不是得找人揍你？好，那我换一个。艾伦，你演一个中了无影脚，被踢完了都不知道对方的脚是什么时候出来。哼，我就哎，你居然，哎，哎呦，这两脚还没穿袜子。特别好，特别好，谢谢，辛苦辛苦辛苦。我上了，我来吧，姐，你们、啊、你们攒底吧，你们仨行吗，哥？我不敢，我就去了。抱歉了，老师，啊，挑个好接的。接我不接你，我接你的。挺会选场接呀、啊、你、哎。来吧，考吧。不考，你自我展示。哦，自我展示。介绍一下自己，有什么特长？我是百乐门的一个小歌女。我的特长是领笑，领笑，对，因为我很爱笑、哦，所以一般像刚才前面四位那些尴尬的表演，尴尬的表演，我一直在底下。哎呀，谢谢姐，谢谢姐。那你先给我们来个你最擅长的，是不是傻笑？哦、傻笑也分很多种，有一些有一个剧情吗？没有。像一个傻三年的，没有剧情。那这样，我自己给自己安排点剧情好吗？志摩来，徐志摩呀，这回你就不演太监了、哦，我俩演情侣。那我得端着点。对，然后你这回向我求婚，然后我傻笑，好吧？好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来。这等会儿谁？我向你求婚是吧？咋的？我向你求婚？我确认一下，我还是三哥呢。Action。今天和志摩约会，心里好激动，不知道今天他会带着红围巾还是白围巾。今天要见我的笔友，就别说那么多了，你跟我一下。我的笔友小百灵，是你吗？志摩，百灵，是你吗？是我。天哪！嫁给我吧！天哪！弄啥嘞？嫁给我吧！讨厌啊！谢谢你。特别好，特别好，你俩要结拜，双膝跪下了。没有，因为我要表现我的那个娇羞嘛，因为娇羞一定要捶这里。但为什么？但是他蹲下去了，我就捶不到了。他跪的。我求婚嘛。求婚哪有双腿跪的？二婚都是跪。啊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没有，因为给我搭戏的这个演员可是经验不太足。那你可以换一个。我希望那个扣分的时候能够扣在他本人身上。那我退下吧。哎呀，你看，还是人物延续下来了。那是这样，你再给我们展示一个不一样的笑，好不好？您说，奸笑。奸笑，我就需要一些女演员了。一些。现场的只能是，来吧，哎，姐姐，女演员，你上去干嘛？哎呀，是不是叫错人？人家还没演呢，我再给人刨了，我那么爱刨活。我们俩设计个什么剧情呢？你是夺了他的
丈夫，然后还笑他跑了80来个丈夫，我夺了他的丈夫，然后我还笑话他，你要奸笑啊，奸笑。好，来吧，那我得这。你戏别太多啊，你戏别太多啊，给你，别步我的后尘，到时候还得扣算算你头上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别哭了，志摩今天已经向我求婚了。原来他还有个你啊，怪不得今天别人都说他是二婚。不知道为什么看你哭我好开心呢、拍到我的笑了，看你站这站这站这，看你哭我好开心呢。小百灵，是我。哎呀！其实我本人就是性格非常的随和的。对对对，那是。快去做去。好随和啊！是个连续剧。我做个舒服点的吧，不是说选哪个。然后咱俩组合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你是什么？哥，我是乞丐，要饭的，打快板。哦，那你自己来吧。咱俩组合一下。咱俩组合一下。下一位。我来吧，哥哥姐姐传底吧。哎，到这会儿都往上抢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的这个自我介绍和特长呢，我都用这个平时要饭的这个工具啊，我都给介绍完了，我就算展示完了。哦、开始了、我的名字叫海宝，聪明伶俐有头脑，要想乞丐演得好必须得会数来宝。你真哇啊，没事没事。海宝，选一个凳子，你坐下吧。好。我感觉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感觉最后两位特别的为难。是。嗯。就是让人期待值很高。大家有所不知啊，这个这一趴的时长啊，基本上也就到这儿了。下一位是哪位？我俩一起吧，为了不耽误大家时间，我俩一起吧。哎呦，你知道为什么？我们俩一起是因为一是时长问题，再一个就是我们俩一碰，不，我们没有时长问题，我们可以把海宝那一段剪掉。突然台上多了个人。这个会长好啊，你好，我叫玛丽。性格算是我的一个特长，就是见谁怼谁，然后以至于我的声音条件啊，就是还是跟别人不一样的，所以这些年呢，我就做了一些声替。声替，会长好，我是麻花影视城袁彪。你好。袁彪，袁彪。这个所有的戏啊，凡是涉及到中枪倒、中刀倒、突然飞出车去倒。都是我演的，虽然我演的都是小角色，但我认为既然你都说了，就刚才你说那三种都演员没有大小，我觉得那些什么经常演主演的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，我也不觉得我比他们差哪儿。好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可以开始了。哎呀，哇！哎，哟哥哥，我们学到了，我们学到了，这段话说的我们热血澎湃。不知道会长看见没有，我这身上还有三个枪眼，这个基本就是为了成本问题哈、提前粘好了。比如说我这儿中了一枪，后期的老师稍微从边上缝缝补补，这个枪眼就很真实了，好吧？那给我们展示一下吧。好期待！天哪！哦不了！哇哇！哦不了！别过来！哦不！别过来！你拿着刀干什么？哇塞！还有太空步。Michael Jackson。好逼真啊，好大
倒，嘣！哎呦，对不起，他把鞋垫扔出来了。不是不是，他突然他是一个女的了，所以我踩着是高跟鞋。明白了，丽姐在配音。对对对对对对，这回明白了。我希望下次你们讲清楚哈。OK OK， 我们以为。怪我，不怪马老师，我觉得我没演清楚。哇塞，这个人不仅慷慨激昂，他有担当。哎呦，是我不好。喜欢吧，拿走。关键慷慨激昂和担当也没什么关系。但是其实我们也没说怪别人。我们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那这是癞蛤蟆吗？演的。我长大了，是的，我是个男人。哦好，快没做发型。砰砰砰砰砰砰，好红啊！炮我怎么演呢？我中炮了，我怎么演呢？这得有威亚呀，老师。你演一崩稀碎呀，不演一崩稀碎。哇，好精彩，好棒。哎，我觉得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我们结束了。哎呀，结束了吗？意犹未尽，意犹未尽。你们俩可以选凳子了。我们待会儿下一个阶段呢，需要出这个门到通告街去贴通告。我们在通告街放了像这样的通告箱啊，你们找到通告箱了以后，拿你们手里现有的通告卡插在通告箱上，然后启动你们通告箱里的任务。有的任务是需要一个人完成，有的任务可能需要三个人完成。另外，如果是多人完成的任务的话，谁插入的这张卡，谁就属于你们这一趴的群头。如果这个任务没有完成，这个群头这卡会被我们没收。如果完成了，这个通告卡获得以后，分给其他几个人几张，都由群头说了算，明白吗？明白了，那我们就进入通告街，开始抢通告卡吧。来，各位龙套，我们通告街马上就开启了啊！这是通告街的地图。我就拿了个脚，哎呦，那个。一个通告卡换一张地图啊！一个通告卡换一张地图啊，各位！哎，你给我拿一个。一个通告卡换一张地图。你别给我来这套！对不起了，我通告卡太少了，真的对不起。我们宁愿不要这个地图了。一个通告卡换一张地图。没有机器啊，你就别演了。那儿呢，机器？啊？那是机器吗？哦，是机器。说你还给我换两张通告卡？哎姐，完了，都被他抢走了。哎呀，我就说吧，这不耽误事儿吗？我就说，在这儿呢。阿丽，你抢了干啥？就这一条街，我们怎么都能路过。哎，哥，见面拼一块。哎呀，哥哥，哎呀，哎呀，再拼一块应该能用。你看看人家玛丽，你看看，谢谢姐，太有。对不起，到你那没有。先去哪儿啊？咱们随便找个启动箱给它启动喽。随便找个启动箱给它启动喽。那不是通告箱，那不垃圾箱吗？那不是垃圾箱啊，哥！这快，大哥，把卡放进去，把卡放进去。你把卡放进去，我随后就捡走了。这么的。艾伦呐，哎，你拉着黄包车，咱走吧。好嘞。哎呀，走走走走，去哪儿？带你。
闻闻闻，来来来，上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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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，呦，走，跟你讲一下，我是这条街最厉害的特效导演，啊，然后我这个通告呢，需要三个人才可以完成。三个人？啊，哎，你一个人可完成？给我来俩人呢，给我来俩人呢。再见。哎，来，蔡伦、海宝，快来！赢了的话，你给我们分多少通告卡？赢了再说。那不行了，那我们就回去了。我们走了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赢，我得看赢了他给我多少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我这个通告里的信封啊，特别鼓，特别鼓，那非常多，特别鼓，意思就是非常多。那就这样，咱们你看啊，433行不行？我拿四三，我先插上呢。我觉得行，放心吧，少爷，这任务你拿下了。行，来吧。我跟你们说一下，我一会儿给你们放一段视频，能跟里边完成的一样，这卡我就给群头，然后我跟你说一下。行，好 ，OK 吗？来吧，咱进去，看一下咱们需要完成这个视频里的样子啊，这就是我要的这个感觉。然后这些东西都是需要的，这些个漂浮物啊都是需要的。咱们这边能换服装啊，有绿幕抠像的衣服。他没有威亚怎么做这动作？你这样，我在底下拖着你，我穿绿色衣服，我给你隔空。海宝啊，走。哎呀，哎，别叫我了，我这已经招，我招招了，我招了一个人。走，咱俩这些年这么多，这一次咱录制，这次录制咱们都在一块儿，咱们是个团队呀。哎，这可以，好，谢谢。唐哥，这就头了，你别走了。不是头了啊？哎，别走，咱仨可以合作啊。行，咱俩合作。行，好。你是群头，你现在找三位男性群演上我工作室，然后咱们拍一个小短片，好不好？哎，好，再差一个了。啊，我那边也已经应了你，你说我一张卡没拿，我还挺抢手。不是，元哥对不住了，我那边已经开始了。哎，高海宝。我可跟你们说好了，10分钟之内不开启这个任务，卡我就拔走了啊！这个人怎么一点儿不讲江湖的信誉呢？不是，这咱俩能不能完成？不行，少爷，我要不我也去他那头。这咱俩怎么能完成呢？没问题。高海宝，行啊，我们记他一笔。嗯，这个通告必须得三个人才能开启啊！必须得三个人才能完成。没事，你们现在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去找一个人来，拽一个人来啊！走，咱俩再找一个人。我就穿成这样出去啊？行，我这合适吗？我这个人在哪儿呢？我们有没有提示我们他妈人都在哪儿啊？跑哪去了？他们都跑的也太快了吧！10万火急，卡吞了个屁的！这一堆人里，李海银。一个香港的演员，他总跟他说黄萨，环环哦哦啊，这是一个臣妾做不到。OK， 一个，哈哈哈哈，嘿，嘿，嘿，武松打虎，不是哥哥哦，那个，然后他媳妇儿说，哦，大郎，我喂你吃药啊，不对啊，时间到。快点，10万火急，咱们就差一个人，就差一个人。东西，对不起，小车，你可说了，你今天能跟我在一起呢？就差一，咱们这边包，通告卡特别足，给我几张？有的是，有的是。先说给我几张。这样，442，我只拿二，咱就我要一，你们选我还是？行，就要仨人，就要仨人。442啊，我来了。太好了，姐，这太适合你了。我太卑鄙了，我抛弃了海银。你抛的对呀、啊。你谁还缺人？这儿有人吗？缺人吗？这儿还缺仨，一共需要四个，还缺仨。就是这儿。有个不幸的消息啊。您那个卡不知道被谁拔走了，卡在我这儿，哎，怕别人拔走，我特意给收起来了。
来吧，咱进去。那我这是插这儿还是插这儿就行？就放这儿啊。啊。哎，好，行，现在插上了。好，您插上的，您就是群头了。442，没毛病，不变，分配不变。麻花人真讲究。主要有一个问题，一会儿谁蹲下边？我来姐。你蹲在下边是吧？我肯定底盘很稳。行吗？我 OK 啊，姐，你试试。哎，这儿行，这儿行。是，对。好，姐，哦，问题不大啊，底下凳子还禁得住。哎呦，姐，快来，快来，来！然后咱们这个视频长度得坚持10秒钟啊。来，3、2、1，来，看。不行，我割你麦了，你没事吗？我倒没事，姐，你没事就行。我也很疼。来，为了挣这几个通告费。不要啊！4、3、2，1，看！哎呀，好好姐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呦，姐，你没事就行啊。咱们这头，让咱们看一眼啊。哇，哇，天哪，好棒！哇，完了！哇塞，这太空里好逍遥，我感觉。玲姐惟妙惟肖。哇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哇，天哪，我已经在太空表演了。我觉得这个三位老师完成的非常的好啊，这个我就给你，谢谢谢谢，我是群头，好，然后这张卡我也还你，442是吧？我这样，彩伦刚才给你压太疼了，我少来一张，你再来一张。行，那卡是我的，那这卡是你的，我来三张就行了。442，姐因为姐少要了一张，这卡是我的，我是群头，我是群头，不是。这个你跟问他，刚才是他查的，对，是我查的吗？少爷，行，我查的。那你给我来，给我分一份儿。我的，那我那张卡哪去了？哎呦，你这也没10张啊，主任。哎，当时也没说有10张啊。442，你别捂着了，你拿出来。没10张，少爷，那拿出来，拿出来看。我拿出来，就这些，那就这些。行，那就这些。442哈。我不知道这个环节对女孩子有没有一些什么优惠。对，没有吗？给了姐了，咱就别拿回来。百乐门跳舞我也不止。哎，一人2张啊。咱就一人2张，您3张吧。确实，您很辛苦，您背在那儿又被麦克压什么的。好，那就恭喜各位完成这次通告。哎呀，太不容易了！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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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厉害厉害！缺人吗？缺人吗？禁止入内。我呢是一个喜欢反着拍电影的一个导演，所以呢我需要大家来反着演啊，给大家大概说一下故事啊。现在选一个男一号和女一号，来，男一号女一号，来，别，哎呀别，哎呀别，然后坏人甲坏人乙，好，来，请看样片。你懂什么是爱吗？不知道啊！那他俩太假了。拍的这么好吗？嗯。这个我正着演，我都演不到跟他们一模一样。我给你们大概演示一下，这个上面有一个软件“倒放挑战”，咱们拿这个试一下啊。你懂什么是爱吗？什么书的？这软件真不错。对，不知道。哪里书？哪里书？啊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你懂什么是爱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咱们现场有20分钟排练的时间，现在换衣服，准备道具。多穿吗？妈妈儿说妈说的，咱们有20分钟的排练时间，但是拍呢就只有一次机会啊！哈！抓着住！妈妈儿说妈说的，
哥真按俄语说。真难呢这个。来吧。这又有俄语又有东北话。你看你的左手啊，在右手上边，右手落着箱子。好，知道了，来吧，直接来啊，直接来了。好了，准备，现场安静。哎呦，哎呦我的妈！哎，我得起来呀。来，三、二、一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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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来，咱们来看一下啊，等咱们喝完。哎呀，太逗了！你说那么上冒上，不知道。这个怼腰上了，怎么倒霉了？还搁这握鱼儿，感觉怼在个老太太身上。但我觉得一遍来成这样，非常非常好了。我觉得真的挺好。考官，真的细节全到位了。这为啥是一顺儿呢？都行，完成度75%吧。不止不止，老师，我们第一遍，我们排练。导演，我觉得这个，咱说90%像。是，我都没认出来那是我。那可不。真的真的。过。谢谢。男一肯定多给一张，这么厚，你这样，咱先一人分两张，好不好？行。艾伦两张，拿给哥两张，你两张，乡亲，好不好？我都行，我主演也两张啊。你主演，关键你前面，那卡太多了，后面咱那什么呗，再合作，好不好？走，合作愉快，愉快，来，我挺愉快，姐。海音，要不要挑战一次？我挑战我也得有人啊！你就一个人啊？对啊。哎，那个，海音，你刚干啥了？你告诉我。因为所有人都组上队了，只剩我自己了，但是我也没有完成任务。哎。来，我这边需要四个演员。那再选仨，我必须得争取一把了。我一张卡。咱公平点。行。谁后来的？我是后来的，我一张卡也没有赢了。一张卡，那还防我们个来？不，那是我自己的能力薄弱。我们是不可方物。哥哥，你不知道我有多优秀。哥哥，你不知道我有多优秀。哥哥，搭档还是老的好。哎呀，得需要一个女的，保留一个女演员啊。要这？那，我是男的。海云，哥，你再找找。人呢？缺不缺人？贾老师，程程，我来了。你可说了，你今天都跟我在一起的。对不起了，海爷。我万万没想到。海爷。哥，你再找找。哥哥。哥哥好心劝你，你还有时间，你还年轻，你再找找。贾玲在那儿呢，快去。快，贾玲在那儿，快去。哎呀，那不能赖我们了，人家条件说只能有一个女演员。离开吧你们！我本来想给你留下了。我记住你们了。都压在线上了，不能出圈啊。为啥呀？
讲一下规则啊，是这样，你们每个人向我这大象转十圈，然后并摆出上面的姿势，不能出框了啊。来，预备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紫霞仙子，您得快点了，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冲！圆儿，圆儿，你别忘了自己的那什么职责。我放心，你放心。快，你的那个劈叉啊，啪！他的中间这位，你看，全部压线。你这样，今天我们就砸场子了。Oh no！ 啊？咱就说远这个姿势柔不柔美吧。你看看，其实我觉得这个要是再往上来一次就好一点了。导演，可不可以了？导演都不在了是吧？可以可以，我这儿听到了。可以可以，这儿听到了。哦，可以，好，好。哇，通过了！通过，好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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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再给海燕一张卡。从你们仨抛弃我那一刻到现在，我还是一个人。过来，跟我们一起。来，走。哎呀，姐，接下来几轮，我就认你了。我们有四个。三三二，对吧？来，一、二、三。谢谢少爷，谢谢。一、二、三。哎哎，谁给海燕一张啊？嗯。哎。我知道，这你不是从你那儿给我已经少了一张了。对，远哥，你是群头，我这活不能越干越少啊。对，你给财伦，你给吧。财伦哥，啊，财伦，你怎么回事呢？你给吧，你给吧。谢谢财伦哥，谢谢哥哥，我记住你了。而且海英还帮咱们说，哎，耳机里我听到了，听到了，听到，过了，过了，值得啊，值得。真有两下。哎，咱四个人耍赖耍的啊，天下无敌。天眼，天眼一下。工作决策决策前天天演一下，不盲目；生意决策决策前天天演一下，不冒险；生活决策决策前天天演一下，不踩坑；事事决策决策前就用天眼查，重要决策前就用天眼查。那个群头来一下，来通告啊，十一张要是赢了，十一个通告啊。好，站好了，我给你讲一下，咱们这个是个轻功戏啊。娘娘下轿入宫的一场戏，选出一位女士演我们的皇后娘娘，其他三位呢，是侍卫，要保护好我们的娘娘。这个中途会发生什么事呢？我也不知道。那不用说了，肯定有刺客。刺客都在那站着呢吗？娘娘的身上不能被砸到，就算是顺利杀青了。好好好好好，我们这样，我们先去那个换衣服，衣服在这边。好嘞。来，换完衣服到这边选保护娘娘的道具，在这边啊。那我就选这个吧，这个大呀。这个是吧？来。哦。哦。我这能保护了姐。哎呦，这伞行啊。我这伞。娘娘能不能自己走？我觉得仨没啥用。来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，你们扶住娘娘。稍等会儿，腾哥。嗯。咱们这也算是合作吧？你先跟我们讲好工资，对吧？合同都是提前先谈的，是不是？先跟我们说。这趴这样，咱看谁付出的多。行，按劳分配，行吧？不行就换一波演员吧。不行就换一波演员吧。有刺客。我们到底防哪边啊？你在前面，你在左面，我在右面。好，防他们，你背着他。哥，我得多来一张啊。那我也得多一张卡，哥。背着你，你多张卡，你得少张卡。因为我容易卡的呀，真的太危险了这个事儿。行，他们这个团体不行啊。这个团体这内部太不和谐了。不是，他们演不演啊？不演我们演了啊。行行，来了来了来了，三。一，开始！保护娘娘！保！哦，天哪，原来是这样！保护娘娘！快砸死他们！出手了！嘿，嘿，冲啊！冲！哎呀！
你们从后边扔。哎，没砸着你们姐，我。哎呀！我说这么漂亮，原来是财轮哥。姐没事吧？哎呀，娘娘！哎呀！哎呦，保护娘娘，不是让你们自己私奔。走，咱过去看看，吸取他们失败的经验。走。我觉得你们也没保护我呀。我保护了。我保护了。你看我中了多少弹？来，咱们该站出来了，几个群演来站这站一排，我看一下啊，咱们看看能不能过关。那娘娘应该是中了很多弹，净顾着保护自己了，可不吗？你看看这就有个四五弹了，这就不行了，挑战失败。咱们要想再来，可以重新插卡。哎，再来，艾伦。插！哎呀，抱歉了！谁呀？贾玲插的啊！哟，去拿卡了，我没看着，你怎么跑得那么慢呀？玲儿，你这样，我替你跑一遍吧，这套我都熟了。那个乔不行，乔是暗一。不，哥。我们啊，肯定不是我演娘娘，你放心吧。来，各自挑一个道具啊。我感觉是不是反倒小的？对。你一说对，我就害怕了。嗯。哎呦。哎，你瞧瞧。来。好嘛，一把破伞。哎，是什么玩意儿？一把扇子。我挑一件是吧？这是让我扇灰儿。那我就挑大的。看看你这有用，我这有什么用啊？这太有用了，这个。我这只能拿脸挡。别人这么看你，又出来演桥底刺客，不杀娘娘绝不罢休。3、2、1，开始！胡娘，走！来了！要走了，快点！要走，快走！跑吧！怎么侍卫也反水了？哎呦，胡娘，哎，胡娘，后边，艾伦，哎呦我去，哎呦，哎呀，哎，不行，胡娘，娘，你们先走，好，非常好，哎呦我的妈呀！不是，为什么会有反水的呀？这几个皇宫侍卫怎么回事？没留一个活口，全军覆没。来，侍卫还有那个娘娘来，咱们看看怎么样？转圈。哎，非常好。哎，我来宣布一下，这个戏杀青了。谢谢。耶！妈呀，过了。啊，咱们这么砸，他们都过了哥。他肯定算赢啊，人家身上没打着啊。啊？为什么呀？因为刀在挡着他呢。挡谁呀、啊？挡海银呢？谁是娘娘？海银呢？你挡着谁呀、啊？我俩砸的。你砸贾玲啊？啊。你藏那下意义何在呀、啊？就是怕猪队友。给砸贾老师砸坏了都。可不吗？哐哐砸。我是贾老师吗？多少张卡？我是群头，你不用悄悄告诉我，我们几个坦坦荡荡。哎呦，11张，来吧，玲，一人2张嘛，是吧？姐姐自己拿4张嘛。不，我再拿2张，去买一个人跟我们参加。哎呦，没毛病，你看看，要不然咱们能这到最后，咱们再互相。哦，先把刀收起来。咱们在这儿，咱们是一家人。一人2张哈，两张。谢谢姐姐。谢谢姐姐。哟，我还剩挺多。
是五张。哎呦，那您得拿三张买通人了，不然您不、啊、就拿三张留给我自己好了。我就比你们多一张，我就拿两张去跟他们谈判，找一个人。赶紧赶紧找那五个去，赶紧。不是你差个人，你找那五个差个人在骂人啊。我就在这块儿，这块儿。你感觉给咱俩抛弃了。哎呦，这可咋整啊？完了，混不下去了，以后跟这儿。我还是要饭去吧。你瞅这俩队友，往死砸贾玲，白砸。啊，这个。你好。你好。这几张卡呀？一张卡。哎哎，好。需要几个人？这一关需要五名演员。好，所以说你必须要凑齐五个队友。好。艾伦，他俩不是反水了吧？有可能啊。哎呀，艾伦，你们刚才把我们砸成什么样了？怎么这样啊？不好意思啊，贾老师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我们有一个五人的游戏，你弥补一下，你参与一下吧。行吧，真不好意思，不知道你不是娘娘。黄才伦。哎，来来来，你把海银带来。才伦，姐叫你呢。来来来，来了来了。不行了，我这行，姐姐得叫我去了。去吧去吧，行，你去吧你去吧，去吧，叫你你就去，你去去，对，快去。那海宝和艾伦，咱们一起完成一个五人游戏，可以吗？行。我们的团队是这样的，有多少钱，群头对我来说多拿一张，剩下都平分。这不是咱们那讲究哎。艾伦，我哥叫你俩。他说你俩过去再多给两张卡，一人多给两张。我们外人算吗？也行，谁去谁就多给两张，绝对是我说话算话。别相信他们，别相信。哎，大哥，前五名，前五名，快快快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。四个 ，OK， 好，回去吧，好办了，不，哥哥，你又抛弃我一次，不错，这是你自己的双腿抛弃了你啊，爸，等等，哎，没事，我想看看，丽姐刚不是说吗，每人多给两张，哥，我替你，我光报你名不好使。换一波，换一波评价的。我一张，哥，一张，你留下。我们不要，你留下，你俩留。不要，哥，你输了，哥，我这就参加这一趴了，大哥，我就两张，我满身就两张。好，我俩一听说姐说大哥叫我和伦哥，好，我跟你说这最真实的反应啥样？我说大哥叫你，海宝跟艾伦，别去。你怎么说的？艾伦说的是吧？对。啊。艾伦，你要出卡吗？要不要出卡？你现在差几个人？差一个，差一个，来吧，哥，差一个，来，才轮我要了。我这玛丽，我给完了，哥，我给完了，不在那个。啊，我看啊，滚出去！常远，现在回来还来得及，咱们五个来了。艾伦，我不要了，不要，我不能要，我跟你说，艾伦，我不要。你这卡费就费在艾伦身上，确实。两张，哥，你都输两张，你那不确实不在那个。我一共就两张，所有家当，哥，我就剩一刘德华了。所以说你赌错了呀，你这趴你赌错了。对，你怎么能反水了你俩？不，我什么话也没说呀，哥。不，你都没过来呀，艾伦，腾哥伤你心吗？太伤我心。哎，你不是，你可以提前走了，艾伦，提前走了。走吧。又抛弃我一次。哎，你错了，他不会再相信你了。不可能。海云来，海云，你走，海云，别拉我，走，我不相信海云会去，我，哥，我姐一会儿多给你张卡，行，海云，你忘记你曾经被抛弃，我们在大街上把你捡回来的日子了吗？我记得，但是第一次咱俩面包车，你也把我抛弃了，咱俩平了。哥，不能再跟他们浪费时间了，不浪费时间了，不能浪费时间了，常远。你们都没谈清楚，一共给我就是这人。我们不在乎钱，跟你们闲聊一会儿，点都到了。你们仨不是这个厂区的，赶紧走，钱都收了。保安，往那边站，拉开距离，拉开距离，拉开距离。我得站个坑里，反正是。
走吧，哥，我又剩个刘德华了，赶紧找活去吧。走走走走走，咱走，没人看你们表演。我们也是自作孽不可活。这样吧，这样吧，哎，咱想个计策吧，咱们把最不要脸的两个人再拉回来。行，其中就有远哥，你看着吧。肯定是得有长远。肯定的。那这样好不好？我们能不能稳固我们这铁三角？我们三个人平分。我一分不要了，姐，都你的。我就是因为他们把我心给伤了，我有点寒心。确实是有点寒心。确实是。两张卡。那咱俩平分，对吧？他那份应该是那言下之意是给我。哦。你拿那三分之一。行，可以。来，走，咱先看看他们游戏。龙套演员。虽然没有很多的戏份，但是我们也要保持一定的默契。我这一个通告的环节是经典影视剧的改编环节，下面我会说出一些影视剧的名称，你们要快速的在试衣间里边换上相对应角色的服装，只有服装一致才算胜利，你们只有获得三次胜利才算是拿到我手中的通告卡，明白了吧？明白。升起大幕！哇哇！第一题，《神雕侠侣》杨过和雕，计时一分钟开始。肯定是杨过，一定要选杨过，杨过的豪砖呢。大家可以迅速一点啊！杨过，啊！但是他们会不会选雕呢？雕不好穿。怎么有人进来了？救命啊！好，我们现在还有30秒。哎，这不行啊！有人把我道具拿走了。哎，还有20秒。哎，你们这作弊啊！这得有没有？我帮你穿。你快！我帮你穿，我帮你。你快！来不及了，我帮你穿。10秒，来不及了。3、2、1，降大幕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这，能降过吗？他为啥穿个鸟啊？我看他穿了个貂。我采访一下你俩这是什么造型？连体貂。连体貂吗？啊，连体貂，三个貂，那 OK。你们本轮是失败的啊！貂多简单啊，貂有外套，还不还有连体的衣服，不是光头哥。光头啊，我们是光头啊。那不是人上都穿上。还有几次机会啊，他们？你们还有4次机会，4次当中你们胜出3次就可以拿到通告。好，开始吧。请听题，《西游记》金角大王。和银角大王开始。哎呀，这第一个好难穿呢。哎，你可以不全穿，是不是可以通个气儿啊？海银，加油，海银！嗯，海什么银？海银！啊，加油，海银！海什么银？海银！海银不对啊，海银不对啊，海银你不对啊！天哪，耍赖！海银干得好，海银！金宝，我是金宝啊，我也是金宝。到点了，赶紧的，时间到，下大幕。哎呀，这拿下了吗？这不就？哎呀！恭喜你们顺利的完成了第一局。不，他们已经商量好了，已经。他们已经把二号定完了。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办。海银不知道，好吧，那试一下，来，来，升起大幕。海银是唯一的突破口了。笑傲江湖、东方不败和令狐冲。笑傲江湖、东方不败和令狐冲。安静啊！不许交头接耳啊！不许交头接耳。令狐冲，完了，我完了，哪个在前面？东方不败吧。窃窃私语呢，就不喊了。对，降大幕。哎呀！哎呀呀呀呀！
呀，武林外传邢捕头和白展堂，自然而然的选，先选第一个。算了，胜负对我来说不重要，杀了他们。你有几张？你都给我吧。如果，哇塞，你人真的是太实在了，好想跟你做亲密的好朋友。江大木，很灵异。为啥呀？太默契了，就是、太默契了，真的，这就是开心麻花。不就选第一个吗？我大碗娱乐的也知道。虽然说你们这次换装非常的好，但是刚才有了一些暗号，本轮比赛作废。什么？不，你这样，我们要真想作弊也能。你这我们就男的女的都选男的，对不？你这个不是我们作弊。又说了一个男的女的，我们都选男的。我们是默契，这个是确实是纯默契。老的少的选哪个？那肯定老的嘛，谁在前面你选谁嘛。人和动物，人嘛。人嘛。这盘剪出来很好看。对呀、啊。麻花精神。这么多期差这个。最后一轮只要胜利，就能拿到通告卡啊！请升大幕。流星花园开始。妈，俩男的。流星花园第三集。